进。来，兄弟们，看看我今天爆的爆米花啊！早上起来吃一盒，哎，刚刚爆的，还正冒烟呢。尝一个，三分钟爆熟。这种最适合出来露营，小孩子们老喜欢吃这个。如果他哭他哄不住的话，你一盒一个来就给他哄住了。这里有教程，如果不会考看这个教程，微信扫码就可以了，就这个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一盒是100克，里面有糖有奶油这些之类的。然后你看看这个，我们两个一起来的，早上一人搞一盒吃的，老爽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错的话，去我主页橱窗，或者是在网视频下面有链接，直接下单。